这是昨天的爆竹。我常常不在哈、偶尔回来啊，庄琴师都会去买爆竹给我，都是他帮我买。你看呐、啊、哈、这个是一个神坛。他先生啊，把他的太太割死了，割死。这个我回来看这个报纸，听每天有割喉的、割喉咙的，还有跟女朋友分手、婚事案的，就是等一下为大家看一下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台湾严重的缺水缺电。等一下放这个医护的视频再来看一下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们现在呢，不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大家要有这个警觉心啊，大家要警觉心。那么你说这个是神坛的，你看这个是神坛，啊、拜神的怎么这种下场呢？现在拜神的，就是不学感应篇嘛。拜神是神道教，是道教，道教经典是感应篇嘛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、啊、他拜神哦，拜到造这种凶杀案出来，那、啊、大家明白了，不是说拜就会保佑啊，让大家听懂嘛，不是跟他拜就塞。要去修啊，啊修的要正确的，啊要有正确的标准，标准就在这里。道教的根就是太上感应篇和老上，儒教的根就是弟子规，佛教的根就是十善业道经。啊，你说信佛的人他就，哦看，甚至出家人他就，哦，就这样拜拜，那就没事了嘛，不是这样。如果没有去修啊。还是造恶业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因果啊，这个是很现实的，也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，佛也没办法去推翻这个因果，啊，佛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来告诉我。那么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真相啊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我们知道哪是善哪是恶，断恶修善，那我们自然就趋吉避凶，我们趋向吉祥，避开凶灾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那天天造恶业，那一造的因是恶的因，他希望求好的果报，那哪有可能呢？啊，你种那个吉梨想要得到苹果，那怎么可能？那个因不对嘛。啊，所以要认识这个修因，正确的修因。啊，我们修的是什么因，将来就得什么果。就好像我们种水果一样，你要吃什么水果，你要吃苹果，你要找到苹果的种子。啊，你找到瓜的种子，那种出来不是苹果，那是瓜。啊、不是你要的啊！有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。那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善恶行为啊负责任啊，这个谁都不能避免啊，那谁也不能去推翻的。所谓啊，自作自受，自己去造作，自己去承受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感应篇一开始就讲了、啊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。那没有人加给我们的，都自己制造出来的，自己的善恶业啊制造出来的吉凶祸福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世界的这种乱象，不好。那不好是什么原因呢？人嘛、啊，那人心不善，人的观念啊，这个人生的价值观错了。一味追求功利、自私自利，那么这个追逐名利就是
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，那都是在造恶业。那造恶业，那怎么会有好的果报？肯定不好。那现在美国是带头造恶业，他现在是科技是最好的，带头造恶业。那你看啊，他有没有反应？你叫大家看这个 YouTube 的视频，我昨天回来啊，就看一下网络新闻。然后他的新闻就报美国去年一年损失多少，季风一来啊损失多少，然后再看到我们现在台湾的水电，那个白河的水库已经零了，啊，石门水库啊45%，阿公店是3%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。那么我们现在读感应篇，你要用在生活上去对照，就念一念啊，什么也不知道啊，什么是善恶报应，我们搞不清楚，到最后我们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那这样就很冤枉。所以大家来这里啊，就是我们要接受佛陀教育，他不是说来这里做个功换几个钱。那这样啊，这个就没什么意义，所以我们来这里要学习佛法，有这个因缘啊，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佛法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车掉阿伯，我到了。这里5月30号前天的新闻，我们先来看一段啊，我再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刚才看的这些新闻啊。这个现象请坐。这个现象啊好不好？那这是什么？是感应篇讲。你要感应篇一句一句有去对照。刚才那个婚事案，那是一个果报。那这个果怎么来的？大家要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那刚才讲感应篇都不知道。祸福无门啊，下面一句呢？自己找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他那男朋友也是他找来的。他怎么找呢？去诱惑，诱惑。所以这个方方面面、啊、都有它的因果关系，所以祸福无门啊，为人自造，善恶之报无以复加。大家读这个感应篇呢、啊，那么你再来对照我们现前社会上发生的事情，和周边发生的事情，那你就会越来越清楚。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感应篇第一句话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。唯有人自己去感召，自己去找，自己去感应。那怎么去感应来的？我们听这个感应篇啊，我们听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，那你就很清楚，所以就很清楚，这是造什么因，真的是很好。所以这个交友不能不慎，特别男女关系啊，那种要非常特别慎重。现在人啊，他没有学传统文化，你说他为什么会造这些恶业呢？一天到晚在看电脑啊，我偶尔啊看到一些电脑有一些广告，我大部分是会看看新闻，但是有时候跑出广告那些有电动玩具的、啊，电动玩具有杀人的游戏啊。他、啊、那个他看多了，看多了，他那个阿兰也是这个种子啊，就落了很多这种种子。然后遇到这个恶缘呢、啊，他就起现行。那很多是这样的、啊，而且现在这个温度啊，这个上升啊，这个我们老上讲，这个贪嗔痴都是三毒烦恼，贪嗔痴慢三毒烦恼感应来的嘛，啊，所以天灾呢。也是人制造出来的，不是说、啊、天灾跟人没有关系，
人祸才跟人有关系，不是这样的。天灾人祸通通是人自己造出来的。因为感应篇第一句话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啊，这个地球啊已经发烧400个月了，大家看新闻有看到这一句吧？那我们人的身体发烧啊受不了，地球发烧也受不了，受不了会怎么样？就有天灾，灾祸就出现了。那我们人的身体发烧啊，病就来了，灾难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些新闻报道，现在整个世界啊，是风不调雨不顺啊，国不泰民不安啊，不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刚好是相反。那相反的，就是因为人心不善，造作恶业，招感。所以人如果没有忏悔了，改过自新啊，没有学中国的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，这个世界啊，灾难是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你看今年的灾难啊，跟去年比，这个就增加很多。现在以前啊，在40年前，分尸案啊，偶尔听到一桩两桩，久久才听到，那已经很不寻常了。那现在呢，好像没几天就有，甚至啊，连续的两三天都有。那这个也是一种不好的一种感应。刚才是报那个天气增加两度，那人就会比较暴躁啊，犯罪率就会升高，群众啊互相打架就会50%，那这个也是必然的。我们人在急躁燥热的时候啊，容易发脾气，这个时候啊叫做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。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心啊回归到心平气和，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啊。所以儒释道三教的教学啊，第一个就是要先教我们怎么让这个心啊回归到平静，回归到这个和善心平气和。所以感应篇会篇里面讲，人人收摄福气，一亲变能孝，一善变能果，一怒变能忍。人如果心回归到心平气和，遇到父母亲就会孝顺，遇到这个善的事情啊，很果断的会去做，遇到逆境啊，他能够安心忍受，他不会动肝火，所以要回归到心平气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就是修这个，先心啊回归到平静，先定一定。现在人啊都是没有重视这个心定、心静，所以人一天到晚啊，这个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还不够了，再加上外面这些刺激，他那个心浮躁啊，那个幅度啊，要大幅度的升高，那么升高到他崩溃了，他就做出了我们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出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整个世局啊乱到不行。那么像发生这些事情，那有谁在关心这些事情？现在只有我们敬老和尚在关心，在重视这个事情。那其他呢，政治人物啊都是在争权夺利，有哪一个政治人物来关心这个事情？都是在我们报纸一打开，会按他算，按他算，哦，一会按他按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啊，这样的人出来，他能够为人民做什么？有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啊出来讲？有没有？上至总统，下至这个里长，
有没有人出来关心这个？没有啊，现在还是只有我们老上在关心这个事情，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啊。所以这个如果不改善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每天读这个信，大家不要中断，对大家绝对有好处。你看美国最强的，他的政策都是错的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要人家这个哦，你美国一年用的呢是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啊，全世界的四分之一，美国在消费，他在使用，资源都是他在用，他是在损福报，福报一直减损，灾难都一直出现。加上呢、这些政策不对啊，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，那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。我们那几天大家听蔡老师讲群书制药，不要说大国就不会倒了，如果一直造恶业啊，那这个垮台啊，倒闭是迟早的事情，因为因果，它不是谁去打败他，是自己打败自己，自作自受，祸无无门，为人自找、啊、你科技再厉害，这些天灾来了你也没办法，你也抵挡不了，所以科技啊也不是万能的，对这些天灾啊也是没有办法，唯有啊回归这个圣贤的教育，大家呢从内心呢、去改善，这个世界才安全。希望大家发心呢、有使命感呢、就拯救世界，从我做起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自己修自己做起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别人，帮助这个世界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耽误大家工作时间。明天呢、最好还是要读白话经。这个现在啊，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他做什么做什么啊，这些都不懂。你做什么到最后，结果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做对了，那我们做一个小时，那这个功德就无量，是关键在我们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起来向佛问讯，这个正式工作。